我花了十年的时间，就是可能做的最多的工作是在搜集和整理。一方面就是你的资料，就相当于你面前就是一个空白，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可能这些经验有些是来自于日本的，但是日本呢，它的那个研究的方法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相当于你所有的工作都要自己去摸索。中国人的这个妖怪，它的历史非常的长，而且它的每一个时期，妖怪的这个状态，就是妖怪的形象，或者是妖怪文化的这个，它都不一样，必须要从妖怪学的这个角度去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就是你的这个方法，一个非常系统的、科学的这个，就是操作的一个方式。你比如讲，我遇到的最困难的就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什么是妖怪。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你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你认识不清楚的话，所有的工作都没法去做。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妖怪的分类。因为一门学科的话，首先它要定义你的学科的这个妖怪学嘛，你肯定是研究妖怪的学问。那么什么是妖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问题。那接着的话，就是还要做一个妖怪学的这个分类，就是妖怪里边分多少类，这个问题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那在日本的时候，妖怪学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实对妖怪的认识是大家的方那个认识都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于妖怪的定义也不一样。你比如讲吉上原料，它可能定义的就是不可思议的事物。那这个我觉得就挺宽泛的，包括后面的一些小松博士他们做的一些，就是对妖怪的定义有非常科学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把它挪用到中国来，对于中国妖怪来说，可能就不太适应。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把日本妖怪学的他们那些已经成熟的这种理念、理论给吃透了。后面还要结合中国的妖怪的，咱们的特性，给妖怪下一个定义。这样的话，这个定义是非常精确的、非常准确的，而且是符合妖怪学的定义的。这个工作前前后后大概花了，我觉得应该有一两年的时间，就是到底去琢磨什么是妖怪。因为大家谈到妖怪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啊，妖怪就是妖怪嘛。但是真正牵扯到什么是妖怪的时候，这是非常头疼的问题。后来我觉得就是什么是妖怪呢？我觉得可以下一个定义。就是根植于我们现实生活当中，超出我们的正常的理解，不可思议的事或者是物，这是妖怪的一个定义。我觉得把它这个核给拿住了，那后面的工作就好做了。因为你把妖怪下了一个定义，那是妖怪或者是不是妖怪，就可以做一个明显的区分。那我就只研究符合这个定义的这个妖怪的东西。那第二可能就是妖怪的分类的问题，因为你把妖怪的定义拿出来了，但是这个分类怎么分类？中国的妖怪非常的庞杂，你分类要非常的科学，不可能有一个妖怪它既属于这个门类又属于那个门类，就不可能出现这个交叉或者是含糊的状态，你一定要非常精确。然后这个工作也非常难做，然后我要研究就是从古至今不同的人对于妖怪的看法，甚至要参考相关的一些典籍，尤其是宋代的这种集成类的图书，但是后来发现他们也会犯这个错误，他们也会出现交叉。然后后来就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是读到这个当时的这个道家的这个对于妖怪的这个分析。后来就把这个妖怪分成妖精鬼怪4个部分。妖怎么讲呢？就是我叫人之假造为妖。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妖，我们看这个妖的这个写法，就旁边有个女字旁。就其实它和人有，就是在中国的这个典籍里头，这么几千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关于妖的记载，就是和人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妖，所谓的妖，其实有两个维度，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人本身发生了一些变异，就发生在人身上的变异，这个叫妖。还有一种就是动物以动物的形态，不是以动物以人的形态出来的这种形象，这种东西也叫妖，叫物之性名为精。就是我们看这个"精"的写法，它是米字旁加一个青。"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精在中国古代就是那个物质最纯粹的那一部分，叫精。精这个字在古代啊，和这个性情的这个性啊是通用字，
就你看从这个字就能理解出来，什么就是一个物质的东西，然后它产生了这个情感了，和人有一样的你可以交流的这种情感的话，它就叫精，就是物质性为精，就我们说的这个草木、植物、山川等等，像这种东西，哎，我们叫精。还有里边就是那个动物当中，它没有以人的形象出来，可能我们说它是以一个动物的一个变体，以变体说或以动物的这个形态出来，但是它能够和人有一个沟通，这也叫精。鬼就很好理解，就是魂魄不散为鬼嘛，中国有这个传统嘛。但是这里头我们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特别注意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鬼不是说特指人死了之后魂魄不散就叫鬼了，动物当中也有，就是它死掉之后它以魂魄出来的，就是呈现出来的，这也叫鬼。那怪其实就是叫物质异常为怪，就这个东西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它的形态，它的这个整个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和我们理解的差异特别大，有联系但是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就叫怪。所以妖精鬼怪它是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分类是一个非常科学的非常精确的一个分类，而且是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加持，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们，我们的这些志怪的一些搜集的这些人，他对于妖精鬼怪，他可能每一个年代每一个朝代或者是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认识，但是起码大体的方向是确定的。还遇到一个更困难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形态的问题，就是你的妖怪的搜集的故事非常多，我们搜集了1000多种妖怪，然后分门别类的进去，那你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书的状态，就可能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让他花费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厚厚的文言文的东西，可能我觉得没有多少人有这个耐心，所以当时想还是把它翻译成这个白话文。这个工作量也是挺大，因为1000多种妖怪都给它翻译成白话文，而且中间有时候你翻译的时候你要非常的精准精确，你不能有一些错误一些硬伤。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妖怪被遗忘的时间太久了，就是可能对于妖怪来说，它的这个名字呀特别重要，就我们谈一个妖怪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名字的时候，把它遗忘掉的时候，这个妖怪真的可能就会消失掉了。所以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当我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然后真的有一种幻觉，就是我身边真的是很多妖怪，就争先恐后在下面说赶紧把名字给我记下来，赶紧把名字给我写下来。这本书写完的时候，那天好像是个晚上，就我当我敲完最后一个字已经写完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种幻觉，就真的感觉到身边听到那种欢呼声，你知道吗？就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很多的妖怪已经被记录下来了，而且里边有很多种妖怪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大家提过，已经被遗忘了太久太久了。把这些东西给弄完了，我觉得起码中国的妖怪和中国妖怪学和中国妖怪文化，它会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完整比较扎实的一个东西了，我们有妖怪的这个集合了。我有一个判断，就是第一，我觉得这个妖怪学的东西在中国肯定会有的，肯定会建立起来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官方也罢，或者是文化界也罢，或者是这个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也罢，就是对中国妖怪会越来越关注，而且我觉得中国的妖怪学或者中国的妖怪文化的发展的前景一定是非常辉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妖怪
妖怪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出来的东西，因为从这个名日本的名字也就是妖怪这样子，就是这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我们的历史非常的长，我们的数量非常的多，我们的成见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所没有的，那我们有那么厚的底蕴，只要文化界不同的人一起来推动这个事儿的话，它的前景一定是非常广阔的。我当时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很朴素的想法，就是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妖怪的历史非常的长，中国的妖怪的数量非常多，中国的妖怪的文化非常的丰富，中国有这么多妖怪，你看完之后哎知道了，哎我读了这本书之后觉得哎有些妖怪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了哦，中国原来中国有这么多妖怪。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告诉我，想我刚开始的一个想法就是告诉你日本的一些妖怪是指我们中国的妖怪，不要把我们中国的老祖宗的妖怪认定是就是日本的妖怪，其实这是最朴素的一个想法。但是这本书出来之后有两个现象我没有预料到，一个就是真的是读者对这本书的喜欢是这个程度我没有预料到，我觉得我最新的就是有些家长把这本书买回去给孩子们读，孩子们听了之后就特别的喜欢，有些家长说哎，我每天晚上给他读这个故事，不读是不是睡不着觉的，我那时候觉得特别欣慰，因为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特别年轻的这一代，他在了解我们中国的妖怪的形象，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妖怪，这个我觉得意义特别大。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想到就是我们的民俗学者们，就是研究的这些学者们对这本书的肯定，我觉得是我非常受宠若惊，我觉得是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专业的去研究的这个从事民俗学的这么一个研究的一个人，只是尽我所能的去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他们从学术上给予这本书充分的肯定，而且是充分的鼓励，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有一种被就给了很多的勇气吧，我觉得就是这条路很走下去很难，但他们专家学者也罢还有普通的读者也罢给了我巨大的勇气，让我能够去走完走下去，这条路能走下去。来大家看这儿啊，一二三，整个的十年当中就是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其实觉得还是怎么讲，就是有一种满足感吧，有一种成就感吧。说实话就是这个满足和成就不是说是因为我个人的一个成就，就是觉得哎我就是终于中国有这么一个东西了，就是之前没有过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如果我再遇到当年跟我说这个刺激我的这个日本的民俗学者的话，我就跟他可以跟他说中国现在有一本类似于水木茂先生的妖怪大全的一本书，我们中国的1000多种妖怪分门别类的都给记录下来了，给记载下来了，而且是整理出来了，那我们的这个妖怪的数量远远要多于你们日本的数量，然后我们的历史远远要比你们日本的历史要长得多，然后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故事也要精彩的多。我觉得如果我再遇到当年的那位民俗学者，日本的民俗学者，我觉得可以非常理直气壮地跟他讲，而且我觉得他会承认的。